那些字被吃掉了，没有其他人在，空间像是扭曲一样，模糊的轮廓，光学迷彩。这样感觉又不是忍者，是那个光学迷彩之前的那些组织的人。泪血没泪的禽兽。全身的重心放在剑上，使出最快且无法闪避的一击。轻松弹开。十字型大剑。是他刚刚的。理所当然的被挡下，很显然对方没有想要你的命啊，尊重自己的性命。压倒性的实力，理智境界的高手，为了恐惧吧。终极的恐惧，努力锻炼你那太过干净的剑吧。实力不精啊，对手很显然实在是太过强大了。万物的根源都存在着恐惧，劫色感，劫色不会随意的杀人灭口，比较不太会是这样子，但如果是住又不一定啦，对，住又不一定。而且他们是说他们交易的最上层，所以是散布毒品这些的部分，所以感觉就更不太会是劫色了。越来越激动，不要紧的。哇塞，这是怎样？
妹妹大笑，你也被拯救了。哥哥低着头，然后哥哥一直在害怕，结果妹妹刺杀，虽然被挡下来了，但是这个恐惧能够支配人。QQ， 接受吧。将兄妹俩教育成杀手，接受。新的英雄，追平那位紫电小姑娘记录的最年少 A 级剑之少女艾雷因·奥克雷尔，新角色。哦，一开始会猜小飞，是因为李鬼至少有看到也有小飞的身影啊。新角色哦，再度的三条线，用一些特别的话语包装，反正就是未来啊。终于解套。通往中烟的钟声仍在回响，在创鬼这边也说了，两年后世界会居居。时间走最大的往前就是闪鬼创鬼，让整个游戏世界的时间往前很多。雷恩都长大了，但是再来就只剩两年，所以在这两年应该又有很多的东西，但也有可能他故事就是写有没有，你两年突破之后又有新的东西之类的。好啊，所以我们创鬼算是全部完结了啦，没有啊，就是主线支线全完结了 啊现在就只是在想他后续还有游戏啦，有一些游戏要玩完，大家下次我想
看看嘛，就是把每个试炼去打打完。ES 就是1到8啦，然后我们的 VN 卡牌要打嘛 ，VN 跟这个，然后还有游戏方式里面有那个海滩的额外的那个啦，叫做什么？都是一些额外的东西啊，香蕉船。料理就可能这次就不做了啦，因为觉得就还蛮累的。过去会做料理是一来还会获得到关键的素材，然后也是任务之一，但这次料理要做的没什么东西啊，只是看大家做料理又好像还好，可能这次就不太会做了。而且我不晓得为什么料理少好多的样子哦，还是我们没有吃。我要去看书。海滩会黄标，海滩不会玩那个啦，女孩的那个，那个真的太过了，呵呵，就是以。我相信各个平台的审核都有可能进黄标，对，所以那个不太行。之前有玩过一小下一点，波姆轰不行，那都是人生的污点。全完成。那不然就是我们下一次。做一个小品的 ending， 就是还是继续玩，好不好？就把努力的把其他的玩完，至少像 VN 其实我也蛮想玩的。然后那游多和伊苏九，其实对啊，我就是有点想要玩那些，只是他的游戏时速好像就比较长，没有办法完美的接离轨。是还蛮想要直接接离轨的、啊，虽然那时候我们在玩。忘了是闪鬼哪一代，就有等一下，就他出了，我们还是等。嗯，因为其他的游戏时速至少也应该都会有一些。我看看哦，好像。闪三闪四都是接续，闪三出的时候还在一出八，哦，よし。好啦，那我们到时再看看，至少下周好不好？我们再来继续把剩下的这些给来努力一下。其实这主要是。刚刚说的那几个嘛，钓鱼好像都掉了，对，钓鱼都掉了，虽然我一直没有点到它。然后游戏还有那个啊，钓鱼有看到了，还有书啦，啊，书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查，我可能也是私下再去来看看。我们这次要看的应该是这个传记博物馆，好像这次没有那个哎、欸。哦，这个吗？这个是长篇的，对。或许短篇的我们可能可以看几个啦，反正下次好吧，交给下次。好啦，那么呢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好不好？创鬼正式在此全面结束，下次就小品玩玩。那我什么想到？剧情啊，可以再想要聊的啊，我们下次也都可以再聊聊。对，辛苦大家，休息休息，度完后大家晚安。
晚安，啵啵啵啵。